对，这才是问题了哈。那怎么如何去产生一个 Google 的表单哦？其实这个细节部分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其实你只要开这边有没有开 Google 的云端硬碟，那其实里面的话就会有新增，新增里面的话就有更多，更多里面就有 Google 表单。那其实我的做法大部分是这样啦，其实主要哦，就是先给它一个标题，然后副标题，另外的话就分别加上它的我们的题目啊，题目里面基本上我大概最常用到的就是简答题，段落好像用比较少，选择题就单选题，可选方块就是多选，下拉好像比较少啊，底下这些哈、哦、基本上几乎都没有用到，OK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我做完之后的话，最后再选一个布景主题有没有？有点像 PowerPoint 嘛。最后的话呢，再丢给各位的就是这样。怎么丢给各位啊？最后呢，如果做完之后啊，最后呢，我只要怎么样？再做完，比如填上主标题，填上副标题，把这些都做完了，对不对哈？最后呢？这边有一个眼睛，有没有？这个眼睛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将来要给人家的网址，它会有唯一的网，它点进去就是你的网，可是这个网址太长了，那怎么办？接下来你可能需要缩短它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它不是用电脑，它是用手机，那你需要一个什么 QR code，或者短网址也可以啦，只是说用 QR code 照相更快。所以我的习惯就是把它复制，复制这个连接之后哈，到。当然，缩短网址服务很多啦。其实我最常用的就是什么 GG 点 GG，很好记嘛，就是 GG 嘛，哈、哦。OK，好、哦，不是用了这个之后就 GG 了，只是说它太好记了。OK，好、哦。它取这个名字实在是，OK，好、哦，好，贴上之后有没有？它接下来就是修腾它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制定。后面的那个名称，比如说我取这个名称 Excel VBA 2107，这个其实哈、哦，主要就是好记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，你就是自己什么修正它，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短网址，还蛮好记的，GG.GG.F92V1，就连上了。另外，如果说呢，它要手机的话，你也可以什么用这个 QR code，把这个复制有没有，或者另存图档，然后呢？把它列印下来啊，贴在一个地方上面，让它扫就可以了。这个好处就是说，后来发现同学用最多就是哦，上班的时候要揪团买东西的时候，非常好用。大家不知道揪团一下，扫一下 QR code 有没有？要不要？要的话扫一下，自己看要几个数量，然后买哪些东西，还蛮好用，因为题目不用很复杂，什么哪些东西买几个，这个中接下来就是你的资料会跑到哪里？特别重要，跑到回复，这边就有一个有没有很像 Excel 的东西，你就直接怎么样？第一个它会帮你产生图表，有没有这些？有没有？所以你们这一班其实大概70-80%应该都进阶，所以我讲的步调会比较配合是进阶的步调，所以如果你是入门同学，回去可能自己要花一点时间。OK，这个是单选题，这个是复选题。就是和选的，OK，好最后呢，如果说你要把它拿到 Excel 继续编辑的话，你可以按一下这个绿色的，再来哈、哦，只要按一下什么，按一下这边下载，档案里面有个下载成 Excel，那这些资料呢就会变到那个就是 Excel 里面继续编辑。可是问题哦，就是刚好有同学问了一个还蛮不错的问题，他说什么呢？老师，你这个做完了，但是问题那个图表在那个 Google 上面显示是很 OK，因为它会帮我画图，有没有？画出图是像这种，多选题的话，它会自动帮我画出那个就是类似像这种长条图嘛，OK。可是问题哦，到了那个 Excel 之后的话，他就头痛了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这个好像就是有些是可以那个，就变成说它变成说它是选的有没有？它变成就是说一个逗点一个逗点一个，哇，变成什么？它其实选的数量哦，你要去统计它的话，麻烦了。它一个储存格里面呢就有好几个，
那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总共选这个单元的有几个？选这个单元有几个？所以哦，这个部分变成怎么样？我需要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要把它分别切开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要把它另外再放在旁边的那个一个一栏，然后再去用康里弗去算里面有几个，我才有办法去做出我要的统计结果。OK， 所以哈、哦，这边的话，也许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。第一个，当然一定要善用那个什么 Google 表单，好、哦，这个我想应该有些同学应该蛮熟的啊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哈、哦，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范例，所以待会也许哦，请各位就是到那个我的云端白板里面哦，找到这一题啦，这个就是范例。那这一题的话，它主要哦，把它下载下来之后，就是希望哦，去切割其中有一栏，所以你把它打开来。里面的话，请各位就是试试看哦，启用编辑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一题哦，就是把第一栏，有没有？像这个是只有一个，直接搬过来，没关系。啊，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对不对？就要把它切开来，放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总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那就变成再往下放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所以我需要什么？切开。所以第一个哦。它怎么切？啊，当然，如果说函数好像没有，有这种函数吗？逗点，自动，当然你可以用什么资料剖析？算不出有几个。对，算不出有几个，所以函数好像没有，资料剖析也不行，所以这一题哦，我跟各位讲，只能用 VBA 了。等于你不会 VBA 的话啊，里面你要土法炼钢了。所以之前就有同学啊，真的生不如死啊。怎么办？所以他就资料剖析，他好像用什么资料剖析剖开，然后再搬搬搬，资料剖析搬搬搬。哦天哪！不过其实跟各位讲啊，这边其实跑个回圈，他就自动就全部就分开来了。OK， 啊怎么做吧？我想请各位试试看哦。